发现灯把应急开关打开，然后那个方向灯不是会闪了吗？十点比一头打铁，一头去测线。找到方向灯，它就会闪，是吧？然后外面的灯头会跟着一起闪吗？嗯，就是一根嘛。两个了嘛，这边一根，啊，灯嘛会跟着方向灯一起闪，一根，然后把这个关掉，然后开到电，开到 ON， 把转向灯，转向灯，就是把打右转向吧。是不是它就会闪，关掉就不会闪，打左转向也不会闪，这就是右转向，就是右转向灯，就是那根线啊，然后这根左转向下面啊，左转向灯亮嘛，上面，然后这个左转向就会闪，然后关掉它就不会闪，右转向它也不会闪，这就是左转向，这两个就是方向灯。